晚餐，好丰富啊，跟吃一半的披萨。还有，对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这个是烤鸡披萨，就是它现在呢 ，Costco 它没有在卖夏威夷了，夏威夷居然停售。它不去夏威夷了。然后他转卖这个烤鸡披萨，但其实还好，你不爱吃夏威夷，但夏威夷是儿子爱吃。我爱吃夏威夷啊。我觉得它的种会，我喜欢它的种会，它的种会我觉得种会很咸。然后夏威夷我觉得好吃，但是一定要挑那个番茄酱多的地方。哦。没有，不是番茄酱，那个凤梨辣。哦布置一下，看，看，看他，他的哥哥的新背包，感觉安娜很想要去上学，对，老师也很欢迎他。哎，今天的这个你看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没有什么可以选择。今天的寿司不漂亮，因为好多这是黑有那种黑点。你不要全放这样，等下怎么自烧？哦。然后就这样一排一排烧啊，好来，我要一个一个吃啊，来，嗯，然后呢，就来做个新口味。好，你要什么样的新口味？焦糖，焦糖寿司哈、哦，焦糖寿司，先淋上这个，嗯，然后呢？撒上糖，突发奇想哦，你看，好，我先帮你烧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爸爸在干嘛？哇，哎、欸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哇！好吃好吃好吃！天哪！天哪！超屌的！而且它这样啵啵啵超酷的，好烫！烫对不对？焦糖啊，糖那个烤完之后溶解在上面一定很烫。嗯。拿着，放我这好了。嗯。你的酱如何？还不错哎、欸，真的吗？试试看，刚好掉下来，还不错，有掉下来的焦糖。我们一起吃，这好像吃布丁哦，你知道，好像吃布丁的那个，这难形容的，这甜甜配上 wasabi 这样子生鱼片，来吃原味如何？上面有一个颗粒，对，你会先知道焦糖的味道。那这样烤烤烤这样子，然后带点甜甜咸咸的。刚单吃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像吃布丁，但如果你直接一起吃的话，我觉得口感蛮特别的。嗯，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哦。嗯，你还要再一次焦糖吗？再换。我要先吃炙烧。好，单纯炙烧。对，单纯炙烧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已经给你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吃完了。嗯，我这样讲了。安娜是吃货啊。那你看讲了，直接回头哎、欸。哦哦哦哦哦哦哦耶！会多会多。好了好了，不好意思、啊，这是专业的哈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乱学。好不好？香哎，好香哦，好香、哦！快快吃快吃，它在那个肉有那种焦香焦香的那个，嗯，哇、嗯哦！我觉得炙烧还是我的最爱。
生鱼片如果你直接吃的话可能会腻，嗯，但烤过之后呢就不会腻。你要吃很多不同的口味的话就还好。我以为你要加生菜。哎、欸，那我单纯加美乃滋呢？好，你要吗？要吗？我不要，我喜欢加糖。嗯、好，那你加糖。是不是？然后加糖吗？啊？然后美乃滋加糖。没有，你先帮我用自找，我等下来吃。甜点放最后。对，那个弄完就是变甜点。我先拿我的。哇，这美乃滋烧过之后，有点像那种气死那种。油很油，烧过之后很油。我新的杯子、嗯，漂亮的酒杯。嗯，如何？嗯，也很好吃。嗯，很香。美乃滋本来是比较甜的嘛。嗯，但是我觉得烧过之后它比较没那么甜。哦，是哦。嗯，它就像油这样融化在上面这样子。然后 Costco 的烤鸡披萨，它里面有很多那种葱蒜洋葱、嗯，它葱蒜洋葱很多呢，有没有看？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很像在吃烤鸡披萨这样。干嘛？我觉得它像很像煎饼。哦、嗯。有没有？嗯，还有一个，我靠，还不错。如果你很喜欢吃那种葱蒜多的，嗯，这个 OK， 但你不会觉得它是披萨，就是，嗯，它只是像是另外一道料理，但我不觉得它是披萨，吃起来不像。我觉得它披萨的那个 cheese 没有很多，那么觉得就很不像披萨，对不对？顶多有点像烤饼，嗯，但它葱蒜蛮多的，烧吗？好啊，只是烧哈，看你要吃哪一种啊。这个要抓好火候跟力道，不然的话木板就烧了。嗯。嗯，你看。嗯。你看它里面有没有汽水？有啊，下面有汽水。嗯。大瓶的，帮我带瓶可乐，一杯可乐好了。有，很少开。趁妈妈不在的时候，慢慢的走进来。嗯，哎、欸，不是擦东西在我衣服身上哦。我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沙拉，他们家的沙拉我觉得很好吃。你哦，谢谢。cheese 来了。哦，加 cheese， 哦哟。麻子，这样子。嗯。这样子藏在里面。那藏在里面，这样烧不到，它不会溶解。但它我怕它会黑啊。不会，你让它融化，其实不要藏在里面。哦，好吧。对。来吧，好 ，cheese， 好渴啊，
它这上面放马苏拉起司当基底，当面会是最好的。嗯，对，嗯，哇，你今天教他很多哦，很多方法。对，最近这个是我们的新口味，你要不要这个？麦奶汁加糖。好，再来一下。我们近一点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加的是红砂糖，因为我们家只有红砂糖。有啊，有白糖，但我觉得红糖比较适合。红糖其实会比较香哦。嗯。No. 我加很多口味喽，来，这是最新的哈。记住哦，烤完之后，一下下，会很烫哦。对，会有点烫。嗯。新口味。安娜想要吃，哈哈。没有没有。好。大家在咬我的衣服。可以试试看哦。嗯、好啦，今天的晚餐喽。拜拜。